男星的定力有多强，徐正熙乔欣一起出席红毯，两人真的是男才女貌。乔欣故意撩徐正熙，一把拉过徐正熙的领带，徐正熙直接躲在背景板后面去了。刘学义张雨熙同框的时候，张雨熙全程笑到合不拢嘴，还把刘学义直接拽了过来，吓得刘学义赶紧起身，尴尬地看了张雨熙一眼。孙红雷江疏影出席某活动，孙红雷作为已婚人士当然很有分寸，但江疏影却突然把头靠向了孙红雷，孙红雷转头瞥了一眼江疏影，露出了尴尬一笑。任嘉伦张钧甯出席其采访活动，张钧甯突然一步步走向任嘉伦，做出壁咚的姿势，吓得任嘉伦连忙往后退，一直退到了墙角，表情写满了嫌弃。董子健倪妮一起出席某红毯的时候，倪妮身穿绿色长裙，身材凹凸有致，董子健全程脸上写着不自在，就连倪妮的裙子都是自己整理的，董子健一副我有老婆的样子，样子十分滑稽。王一博李湘出席节目的时候，李湘面对这么帅的小鲜肉直接开撩，王一博赶紧转过了脸去，完美避开了李湘。网友吐槽这反应真的绝了，不过话说回来，大庭广众的谁敢定力不好，回家怕是要跪搓衣板了吧。